大家好，我是阿晴哦。今天阿晴在甲洞吃福建面哦。来到吉隆坡呢，肯定要尝试一下这边的福建面。福建面也叫大陆面，是吉隆坡华人的传统面食，也是当地代表性的美食之一。甲洞有一家很不起眼的炒面档，一天最少炒两三百盘的福建面，不仅炒得香，还非常受顾客的喜欢。最好要早点去吃，不然需要等很久才吃得到。今天阿青很早就来吃了，所以呢不需要等很久，走，现在就跟阿青去看一看。现在炒的是福建面是吧？福建面啊。哦，虾跟肉。全部都是用这个大条面。啊，对对。然后焖它。哦，要焖它。对。一般是你多人的时候是两个锅炒是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急不来的，对不对？放一些菜。啊。你这个是向谁学的呀？哦，自己慢慢学，慢慢学啦。哦、工作的时候吸收经验啦、啊。这个是要说有一点兴趣啊，才可以啊。哦，一天可以炒几盘的福建面啊？一天可以炒几盘啊？啊，两三百盘没问题吧？两三百盘、啊，我也不敢，没有去正式的去算它啦。我的时间就是四点到晚上十点啦、啊，哦，是不断的炒了 啊，不断的炒了、没有停过啦？没有啊？没有停过？没有停过啊？哦。是生意很差的时候，就偶尔就会有了。哦。啊。他们所来吃的都是福建面，对吗？福建面呢、啊？哦。我这边都是卖四样东西而已。啊，福建面啊，广东炒。啊哈。鳗鱼面和扣肉米粉。扣肉米粉。啊，还小吃就是啊，炸鸡、西刀鱼饼跟那个福州甜春卷。哦。啊。好了，主要还是你的猪油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。每天都是现炸的，对吗？对对。哦，每天都现炸。每天都炸的。哦，这个是黑酱油，啊哈，这个是酱油，味精、盐、鸡蛋、蒜泥。这个是属这些都配料啦。对对，我们炒面的配料。还有青菜、葱。青菜。葱是拿来做炒饭的啦。啊，葱。这个是拿来炒白果，中国的白果。你们那个福建面一盘多少钱啊？我的福建面卖11块，单做的11块，啊，双人的20块。哦，好。那个白果呢？白果是12块。12块。鸡翼呢？啊？炸鸡翼呢？炸鸡翼是一只是4块。一只4块。啊，对，我最少的分量是要4只，两对啦。哦，好。两对16块。好的。Thank you.
开始炸鸡翅吧。哦，鸡是我自己的祖传的秘方啦。啊，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新鲜的鸡翼，啊，它的肉鲜比较好。哦。啊。它是腌制多久？我们大概最少是要腌制6个小时以上。哦，好。啊。这是炒饭的，有烧肉，有虾这些，对吧？叉烧虾。哦，叉烧虾。炒饭闻起来也是很香哦。炸鸡翅膀一盘是4只，16块钱。鸡翅鲜嫩多汁，咸香外酥里嫩，吃起来芳香四溢，色味俱全，很不错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这边的福建面，猪油渣、虾肉，还有肉片。看过去很有食欲。这福建面呢，跟那个槟城的福建面是完全不相似的。那槟城的福建面就是虾面，吉隆坡的福建面呢，就好像大陆面一样的，炒法是一样的。它放的是有猪油啊、肉啊，还有一点点青菜这样子，炒出来呢，味道呢是有一点甜甜咸咸的。但如果是说它放足够的它那个猪油呢，它就会有一股很浓的猪油香味。那个面条吸收它的酱汁的味道呢，就是有一点。很入味的那感觉，面是很滑的那种哦。说实在，吃福建面，有些人炒的福建面呢，只是当福建面就很好吃了。今天我吃的这个福建面呢，就是有一种好像他们所说的高渣比呀、啊、那种，还能配上它的辣椒呢，又不一样的口味，会激发出你很想吃的那个食欲，真的很不错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今天阿青介绍到这，下期再见哦。